E.M.P. 解码。你想就是做人最怕的，你老打广告，人家觉得说你这掉粉，对不对？你不但收我们打赏的钱，你还收人家这个商家的钱，那一不小心人家通过这广告买的东西还是上当受骗的。这七天这事儿，我有一种感觉。